现在有没有 R？ 这个有个 R 对不对 ？R 的话就是现在的最下面哈，那我们要取的就是它的位置应该是切过，我们要取的里面的值哈，所以这个地方我给它一个 x， 一个变数啊，一个 a 好了 ，a 等于什么？这个地方哦，等于就是 sales 括弧里面的话，我哪一列呢 ？R 加一列，对不对？蓝的话哪一栏呢？蓝的话应该就是结束第四栏，所以这边的话四括弧，那里面的值呢就会丢给 A， 好、哦，那里面应该是一个就是结束日期，然后等到切过来之后的话，有没有？切过来有没有？这个地方续着一，它会切过来。切过来之后要怎么样？把它写到哪里呢？写到这个，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怎么样呢？把这边呢哈，再加上一个 range， 我们用 range 好了哈 ，range 有时候比较好辨识。range 哪一个储存格呢 ？C3 嘛，对不对 ？C3 哈，然后它等于什么呢？就等于 A 嘛，对不对？把刚刚的那个 A 丢过来 ，OK 好，或者甚至当然这 sales 有时候你可以加一个那个。就是工作表名称也可以啦，不过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最后类似像这样，然后假设我这个地方甘特图本来是要看哪一天，然后把这地方稍微改一下10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最后还要怎么样？再加一，所以这个日期哈，最后呢再把它怎么样加一，哈，丢过来就不用再改了哈，最后再加一好了 ，OK， 丢过来，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了，然后换一个 ，OK， 然后7天，啊，最好哦。如果没有把握的话，可以中断一下，因为我还不确定是不是能够 work。OK， 输入之后的话，到这边哈、哦，那现在的话，这个里面的值哦，12月17，对不对？丢给 A， 按 F8， 然后再切过来，切过来之后的话呢，这个是现在这个旧的日期，然后写过去变成加一天 ，18， 有没有？哎，啊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往下，你这个日期的话。永远都是不用再改了，反正一定不会重叠，你的行程不会重叠 ，OK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，等于是说呢，多写这两行，好、哦，你可以让这个程式变得更完美一些些。好，把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哦